前段时间扎导版的正义联盟引爆全网，长达4小时的电影让人连厕所都舍不得上，更有网友称这是近10年来最好的动作科幻大片，没有之一。论及扎导拍动作片之牛，脑洞之大让我想起他在2011年拍的这部《美少女特工队》，这个身穿水手服手拿50刀的金发妹子充分暴露了扎导的宅趣味，动作戏又飒又亮。但谁能想到这个故事的开头十分悲惨，女主的母亲去世后把遗产留给了两个姐妹，继父得知当场就要把姐妹俩生吞活剥，女主人狠话不多，当场就拿起枪要为继父超度，但枪支不慎走火，没杀死继父，反倒杀死了自己的妹妹，继父把她送来精神病院，好戏这才开始。这个地方看似神经病院，实际比杨教授的诊所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里收留了大量的女孩，她们每天只要做一件事，跳舞。聊天不如跳舞，谈恋爱不如跳舞，只有跳舞跳得好的女孩才能留下，跳得不好的就会被迫失踪。而跳舞的目的是吸引男性客人，让他们花钱为女孩们买单，说白了就是个大型夜总会。然而禽兽无孔不入，脑满沸腾的厨师按住一个女孩想做不可描述的事，女主及时发现，拿刀抵着厨师的脖子救了女孩，可下一秒女主就有麻烦了。前面说过只有会跳舞的人才能留下，舞蹈老师想看女主的功底，确认她是否是可塑之才，众人表情各不相同，有人担心她，也有人想看她出丑。伴随着音乐，女主进入了精神世界，大雪纷飞，杀气凛然，场景神似日式 RPG。 她身穿水手服走入大殿，这个老头就像游戏里的贤者角色，专门为主角指点明路，而且开场就送上顶级装备。他告诉女主拿起刀就等于选择了战争，这场战斗里女主需要收集5样东西，地图、火机、刀子和钥匙，而第5样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一样，则是无畏的牺牲。现在等待他的挑战即将来临，门外3个牛头阴兵持刀而来，女主握紧手中的剑，仿佛得到开挂一般的力量，收起刀落与之搏斗。做大事的人绝不会在 NPC 面前败下阵来，水手服妹子成功压制巨人阴兵，众鸟四散，一个英雄是跪地完美收尾。再起来时已经回到现实房间里，人人都投来惊羡的目光，没想到女主的舞姿已经超凡入胜。夜里女主集结了几个女孩共同商讨逃跑大计，首先大家要收集到几样东西，地图、火机、刀、钥匙，先从地图开始吧。他们的计划是让守地图的人去看女主跳舞，另一个女孩趁虚而入偷走地图。听说女主要跳舞，这个男人心动了，他离开办公室，女孩正好趁虚而入偷走地图。另一边，女主准备跳舞，一跳舞就再次进入精神世界，这一次不止她一个人，其他几个女孩也在身边，组合成美少女特工队。这次的场景是蒸汽朋克的一战现场，他们的任务是盗取敌军的地图，还是一头无脑厮杀，反正主角们不会受伤也不会死，怎么爽怎么来。女主拿到了地图，可敌人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她，伙伴驾驶机甲赶到一飞冲天，美少女特工队成功完成任务。而在现实中也响起了如雷般的掌声，女主的舞蹈太优美，管理员提议下次让市长过来观看。而这一次女孩们要偷到打火机，市长来了，她一副土豪打扮，连火机也是高档货，没错就是她了。台上女主又开始跳舞，这一次的精神世界是中世纪的屠龙大战，美少女特工队要从龙的喉咙里取得2块水晶，当水晶摩擦就会出现绚丽的火花。可女孩们杀死小龙后，喷火的大龙紧追不舍，女主手握屠龙刀，化身屠龙少女，一刀毙命。炫酷的场景犹如无限开挂的游戏，主角团一路过关斩将，现实中打火机也到手了，市长带头鼓起了掌。可就在这时，管理者发现地图有被动过的痕迹，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女孩们干的。他气势汹汹地闯进来，对着众人就是一通威胁。有人想退出，但现在如果不能成功，就只能舍身成人。稻子在厨房，还是要靠女主跳舞来色诱厨师。这次的精神世界是赛博朋克的外太空，任务有时间限制，时间一到炸弹就会爆炸，挡路的是一堆机器人，看似锐不可挡，但女主不仅有屠龙宝刀，还有999级铠甲光环，一刀劈下机器人直接变作2半。眼看任务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，可炸弹还是没能拆除，一个女孩在这次的任务中壮烈牺牲。现实中正要偷走刀的时候，厨师发现了，靠着硕大的身材一记反击捅死了其中一个女孩。女主被继父送来精神病院，却发现病院本质上其实是个大型夜总会。和队友逃跑的过程中，一个女孩被厨师捅死，壮烈牺牲。这次管理者彻底愤怒了，
我们这里只有两种人，顺从者和死人。虽然作为反派，但是管理者毫不拖泥带水，拿着枪当场就崩了另外两人。至于女主，她要留着，留下来做不可描述的事。钥匙就在管理者的手上，女主拿起刀出其不意地插向她的脖子，顺手抢走钥匙，用钥匙打开牢笼后救走了被囚禁的女孩。现在美少女特工队只剩他们两人，他们用火机点燃酒瓶，开辟了一条通路，眼看马上就到达自由的彼岸，敌人们围了上来。女主恍然大悟，知道老头所说的牺牲是什么意思，他让另一个女孩逃跑，自己做掩护，独自面对追杀者。女孩逃离了大门，走向了自由的世界，而女主被一群敲晕过去。这一天后彻底把女主带到了现实。此刻她刚做完前额叶切除手术，这是继父要求给她做的。通俗来讲，做了这个手术整个人就形同白痴，精神病院是真的，夜总会只需想象。根据女医生所说，女主在母亲死后患了抑郁症，失手杀死了亲妹妹。来到精神病院后，也有诸多劣迹，比如纵火、帮助病人逃跑等等。故事的结尾，逃跑的女孩上了一辆车，开车的司机正是贤者老人，车辆驶向一片光明，女孩在车上沉沉的睡去。关于故事的结局，网上有许多不同的解读，本人更加倾向于女主确有其人，她帮助女孩逃跑，自己却在黑白的精神病院里做了惨无人道的手术。女主和司机都是她的救命恩人。于是在漫长的幻想中，逃跑的女孩将女主幻想成无所不能的勇者，把老人幻想成扫地僧一般的神奇辅助。尽管现实是一片阴冷的悲剧，可女孩的脑海里却充满中二热血阳光的幻想，过程很爽，结局很虐，同时也让人为扎导巨大的脑洞叫绝。就像真正的喜剧永远不会让人笑到最后，真正的爽剧不可能让人一爽到底，故事的内核却引人深思。别人可以禁锢你，可只有你自己握有自由的钥匙。